想要车，我干哈不？我干哈不改变主意啊？我选着羊了，我肯定换呢。谢谢一啪啪啪 W 啪啪 Q 啪啪。嗯，这头一回打着潘森上单，先 W 一手，咱也不知道他要干哈，上来先踩我一脚。嗯，上来踩我一脚，啪啪啪给我一顿打，打了三下电刑没触发，我点一下，我再点一下，先把药吃了。我头一回打潘森上单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都没打过这玩意儿了，因为我根本没见过玩潘森上路的人儿。A Q A 接拉起走了，平 A， 我们得耗，知道吧？先 Q 一下。这个 W 没动，其实是有点伤，你知道吧？先去插个眼儿的，防止对面赶赶我们。嗯，我到野区来了，他好像打不过我们家蓝枪。小绿人去了啊！我们稍微有点小亏，先打爆那回个血。你还别说，这潘森还真有点克制卡米尔，我一想是不是？只不过他单带他就是个屁，打爆了一下，点点接 Q。A 姐拉起，他还有药吗？他没有药了吧？他没药了。他带点盐了吗？他没带点盐，还没有药。那我们这波可以干。我会回来的。我的协议中没有。别推啊！不推了，走了，回家。兵线应该会一直持续在这个位置，应该会推回来啊！我们只补了一个兵，他现在如果补尾刀，兵线应该会过来。我们直接回家，先来一个血瓶。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玩卡米尔切记别硬拼，就打潘森这种英雄，更别硬拼，就别硬拼，哎，就摸一下就走，摸一下就走，就一直摸他。给他摸烦了，他上来上头了，我们啪一手反杀，多摸一摸。打爆了一下，扣一下，一下一回来 ,A 接拉起走，你看。恶心他。手上的任务。哎呀，这都能砸到我。这人怎么回事？好像你更亏，不是好像，确实是我更亏，因为他最后一个 Q 是红怒的 Q。这人老回家是个怎么个意思呢？
没有意义。回家，他如果一直回家，我们可以跟他一直回家，没有关系。来把长剑，换个小布甲，我想想啊，换弓柱吧。他要推线吧，出门这把应该带传送跟他玩的。不过卡密尔跟潘森耗血，就然后我们跟他和平发育，他绝对的亏。那潘森这英雄他就不能是一个发育英雄，你知道吧？他就只能是打前期游走。呀，摁错了，否则他就没用。我们可以跟他发育，发育到三项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傻了。潘森六了啊，他可以变成躺赢英雄，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。搜索命令已接受，等待子程序启动。世界既不黑也不白，而是较精致的。换了，我操，真没换了，我傻了，我人傻了。我知道潘森肯定得跳大，别着急，直接 R 柱接减盐，等会儿啊，别急，等个盾，他没有放技能，好。啊，这都没有技能 ，W 一手，给我吃两口屎来。粗鲁无礼，这不机会吗？找到一波双杀的机会啊！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有时候，伤疤是一个人一上的伤疤。这玩意儿呢就是推线太慢了，这英雄你知道吧？好了，吃三个兵经验吧，吃完拉倒，吃完回家复个役，复炉之虎、红宝石、出瓶药。跑得好慢啊，卡米尔，什么时候给皮鞋呀？快点的吧。皮鞋还有20秒。刀锋啊，啊出来了 ，W 一声，平 A 接 Q， 插个眼儿的，勾一下 ，W 一回来 A 接拉起走了，来 A 接 Q。A 大度接拉起，你看，他跟我们发育，我现在已经能越塔杀他了。选个潘森跟卡密尔发育，一下一走，好大，
让他 W 开，别着急，这波能杀他。先 W 一手，点燃 AQ， 拉起，是。来个三下，出个皮孩，呀，出错了。送我800，那没办法，他非得上。那技能都没了还追。现在我们跟着潘森打，随便打。随便打跟他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可以说是。出提亚马特出不出来，那1200块钱呢，兄弟。一下一回来去拉起。不打了，小驴人来了。友善是如此乏味。下路可以支援一波。走，这边去支援下路去。我会回来。去了，回家了。升级完成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对呀、啊，肯定优先三项，卡密尔肯定是优先三项的。你只要不死，他就血亏。跟我来，别急啊，这波银马可能在我们旁边，因为银马没在下路出现，很有可能银马在上路出现。走，找到银马。不行，闪现大不着。我即是解决方案。中路可以打一波，没事。虽然我们被杀了，但是银马又是150，可以接受。来个提亚马特，我投什么降呢？你说，一等就投降。着什么急呢？还没有到我们的时间点呢，别着急。好戏刚刚开始。我操，这是什么蓝枪？暗行之爪蓝枪。第二件出啥？第二件提亚马特呀、啊。刀锋去上路了，你去上路收吧。你去上路收，我们去下路收。什么意思？嗯？哎呦我操！
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呀！有条鱼儿，啊！哦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！节奏不太对呀、啊。刀锋把沙罗塔拆了，还行，把银马杀了吧。 A 车群 A 大柱街拉起，哎呦我操，一下我上去啊，这小驴人不到哪去了，这么大个鱼儿，我们去下楼收波兵。怎么都上高地了呀这帮人啊，不去了，哎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我还不如待一会儿线。假扮无辜真是浪费时间。这边小龙团不好打呀，走，杀一下银马，这银马都上高地了。哎，银马死了。小龙兄弟们，这边小龙可以拿。别打了，对面小驴人来了。大柱 AQ 一下一走也拉起，点炎 AQQ 平 A 来人了，哎呦我操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九头蛇不行啊，先九头蛇这把我估计有点脆，不能先九头蛇，我们先出蟹手啊，先把蟹手除了。潮汐海灵700块，非得要跟我换，换就换吧。这把这刀锋可不咋地，不过刀锋12级还行。上路待一波，先杀银马，打不了一手，打不着，别。是否死？结果意味着一切。你们说人会不会来这一波？算了，稳一波，不带了。哇，可以！
一一回来，哎呦我操！跳弹，这人马可挺烦人的，真的，我就发现这人每回都在呀，哎呦我天，他跑得太快了，他来回穿呢，他穿完下路穿上路，来回穿一顿穿，我上哪都能碰上这人马去，狂妄无疆的野马，呵呵，狂妄无疆啊，我这真是狂妄无疆啊，脱缰了，稳一手别浪，这把稳赢，这不是说浪吧，这都还好的，来来，你咋的呀这呀，给我杀了他，怎么回事啊，他呀，可以打这波，这回是怎么回事，来打吧，这一声小炮，不着急上啊，我们没有大，被控容易死，下路收兵，小龙不打了，该带两波线了，稳一波吧，小龙来，小炮死了，嗯，我要去下路，这人马肯定又在。嗯，哎，怎么总是这么多人呢？我操！我一去哪？哎呦，我操！这个人这个多呀！真是吐了都！九头蛇呀，小龙抢着了，我操，可以啊，三条龙了，好好带线不行吗？我就带线儿，他们也这么多人，也是三个人，那不三个人跑过来抓我来了吗？我这把好像没办法带线儿，因为他们人跑得太快了，而且出门就干，黑突联手触发拉起，打不了一手，一下一回来，队友呢？一个打不死，兄弟。哎，操了！就我这一个前排呀、啊，扛他妈一万年，打不死一个人。你还追？能打过他吗？潘森，权力的维持必须不计代价。我来抓你。
没有发挥空间呢。为仆则忠，为主则殆，这便是道德。先杀翻身，先拉起一手人马。你小子他妈随时就逮我。这人马好猛啊，打不动啊！来个九头蛇，这匹野马现在15级，全 AD 阵容确实有点问题，有点打不动。其实他装备吧也没有说是特别好，就是太硬了，有点打不动。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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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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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太乱了，别打了，先拿个红。换成一手吧，哎，没法上都，这都上不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难打呀？我的天哪！不是打得太乱了，你这出门就干，出门就干，出门就干，老是出门就干，我们带券都没法带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一带他们家就杀，那人马一过来我们还打不过。龙不行，给了吧，不要了，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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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小龙慢慢来。应该能打赢这波，小炮，可以，有泽拉斯，没事，这波能打赢。我们龙魂了，可以接受。小龙来，我发现我是吸铁石啊，我每次那锤石都能勾我，哎呦！不过你说我不吃钩，谁吃钩？我吃，操他娘的，我吃，吃钩就吃钩了，出个秒秒。我的吸地大的太慢了，那你想多快，兄弟？俺们家就这一个前排，死就死了吧。我吃吧，我不是走位，那你说我也不能让别人吃钩啊。俺们家这全是后排，没一个能顶的。我们要不说就先卸手呢，你知道吧？我这卸手出的这其实挺好，这个卸手出的其实挺好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上去一定会被集火，钩也一定得我们吃，吃就吃了，没关系，就是这个作用。这把就应该玩的更右的东西，奥恩这种东西。我补了100来个兵，从头打到尾，一刻没停过。
天杀的人马来。来杀小绿人。叮。一下一回来。哎都。怎么回事这刀锋。刀锋怎么没来呀、啊、要的。我的妈呀。好像对面小炮也没来，是不是？别带了，出门就打。这人马乱冲啊！别带线了，不能带线了，我都不带线，我都没法带这线。出门就打这人马，出门就打，出门就打，出门就打，就是上哪都是出门就干。小鱼人，这怎么又跑下路去了？这刀锋。出一下一回来 AJ 拉起、嗯、别跑下路，你说你夜印之风有个屁用啊，别夜印之风了，就他干吧，他不喜欢出门干吧，那我们就干呗。说那你说咋整这人马，出门就打，只要看见人就上去就干就咳，那我们就咳吧，这把就是大乱斗了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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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带线了，别带别带，哎，就出门就干。小炮好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挺肉的呀，兄弟？这叫真实伤害，离我远点。能不能一波？给你够，不够我够谁呀、啊？够不来，一波，剩个潘森，拿下！哎呦我天哪，好像一波不了啊！哎，挨死了！那赶紧赶紧一波，赶紧一波，人马一会儿冲出来了啊！把这拆了吧！哎呦我操，这是打得我头痛！哎呀，出门就打，出门就打！哎呦我，行，兄弟们，拿下，明天见。